对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来，同学，那你怎么穿便服？我的布丁。来，我们要买的不是原味布丁吗？不，巧克力布丁比较好吃。难道你是布丁布林岛？我就是黑暗布丁布林岛。东山高中五十九届毕业典礼还有15天。